不下。给我一点好吗？告你，告吧。真的，各位老师，我们飞机还有在座的边上同学，此时此刻，我们站在这里，时间仿佛回到了去年的夏天，一样的礼堂，一样的位置，所中华的学校所发的入学手册，经过台上师长所讲的种种知识上，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不懂，而如今仍旧是一样的场景，让我们深深学士服，正是四年来的成长，在正大无数的美好的回忆。四年来的大学生活对我们来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但却意义非凡。在正大校园的各个角落，一些人很会利用我们过去非常青春的一切。人来人往，海报就凌厉的思维红砖道。到前面去吧。一走一进前南中北方的修炼大楼，你学前凡是一些都是最热门的风水池，你学前精神堡垒，凡是接地场的采购空间，以及我们海报楼的风雨走廊，都是我们永久站台之廊的要灿烂，要要灿烂。作为场地，它也准备了我们的比赛，正是怀热血之阳的后场联赛，成果发表。作为道上会吸一整场台的高级茶节，以及各界界队在球场上的激烈征战，也都是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美好。来到了期中考、期末考中，面对这些紧张的教科书和口语片，不是老师不管当作家，就是在寝室24小时考试夜战，永远数不尽的爆肝生活，永远玩不够的社团活动，就这样交织出4年充实的正大生活。而如今，我们即将毕业，即将回顾充满了回忆、充满了笑声，一种大学生活点点滴滴的正大校园。感谢正大提供我们自由的学习环境，感谢父母辛苦的栽培照顾，让我们有机会、有能力进入正大学习的殿堂。感谢学校老师，除了教授我们特面的专业知识之外，也教导